诶，大家好啊！而家咧就系2019年嘅3月18号星期一嘅下昼3点半钟，喺住家嘅车程有15分钟嚟到呢个鸳鸯湖。嗱，呢个鸳鸯湖咧系我自己命名啊。我觉得好多鸳鸯啊嘛，好多雀仔啊嘛，咁样先呢个名咧，我相信都几应景下嘅。咁啱先咧。我3点15分嚟嘅时候咧，我已经系用咗呢部咁嘅手机，三星手机 S7，拍咗有15分钟嘅录像，佢个内存卡咧已经系满咗。其实咧就系喺出边呢度咧最方便嘅，都仲系呢个咁嘅手机最方便。咁你话嘅画质好唔好呢？都系可以噶啦，都可以啊。咁嗱，咁呢部机咧，人哋有个广州嘅东山朋友咧转让俾我嘅，咁佢话唔中意呢啲咁嘅安卓三星，咁佢买翻嚟300几蚊，咁佢转让俾我系100蚊。另外佢自己又买咗台嗰啲苹果机咯，所以咧我而家咧就系、是。可以用呢部发现嘅三星机咧拍录像咧，即系系好唔错嘅，几好嘅。咁如果系呢啲咁嘅相机嚟讲咧，都系一种好专业嘅。我就拍完15分钟啦，咁我又攞呢部相机嚟去做。即是无论我是用什么工具，单反也好什么也好，都是不外乎呢，我在这里呢就是做这个这样的节目，叫谈天说地啦。现在呢都是用那些防风罩，我这个这样的外耳麻风，外耳麻风的，那我就不要它那个内置的麻风了，这个美中不足，它没有那个输出插头，所以我另外配置了这个这样的录音笔100几蚊，那这个外耳麻风产地是澳洲的，那这两样东西那我来去做这个节目。咁而家咧，我原先系谂买呢个咁嘅马蜂咧，谂住哎呀多余买咗。但系而家我想下，都唔系多余，因为你出到去咧，的确系有好大嘅风，有啲风声。咁如果你系冇呢啲咁嘅防风罩咧，咁你个声音就听起嚟咧就阔阔声噶。特别先头我用手机啊。同樣是要用這個這樣的防風罩，的確是很好用，所以呢現在呢就是沒買錯這60元的麻風，沒錯的，真的很好用，很好用、啊、當然我也有那個無線麥、無線麥呢，適合我呢就是行行去、就是行啊，這樣的聲音保持恆定的狀態，保持音調，不用說高低高低。現在我在這裡坐呢，就我不走來去了，那我就保持這個距離，即是永遠是這個外置咪頭的距離在這裡。那在這裡啊，吹水啊，吹水呢這樣哎呀，先頭啊，我呢就是用那個手機呢，即是已經是作了介紹，即是我剛來這裡，我一落車，那我就已經是做節目的了，足足見了有15分鐘，然後我又拿這部相機又在這裡拍一下啲雀仔啊，也算是我的老朋友啦，因為我來了這裡5次嘛，所以我就幫他拍這樣，現在坐定定在這裡喝杯水先，我算了，在家裡我已經是喝了很多壺水了，臨出門口又去了洗手間，在這裡又去一次洗手間，現在呢都是幾好幾好了，我繼續喝這杯茶呢就是不是很熱，那一會兒呢我還要去橫街的，橫街就再補些水了。哇，真的很正很正，哇，你給我看看，現
家我睇后面咧，我嗰个六十号高速公路咧，我翻屋企咧，我系沿住呢个方向翻嘅，要去翻嘅。咁样，如果而家我要翻去嘅话咧，都会可能会塞一塞车，可能会塞塞车。但系而家咧就我就唔翻住啦，唔翻住，翻翻仲去啊横横区嗰条线街嗰度。出得嚟咧，咁就安安心心啦，安安心心。点解会讲安安心心啊？出嚟做节目唔好咩？安安心心，因为享受大自然啫。嗱，先头咧，我讲咗享受大自然咧，咁我之后用手机咧已经系讲啫话享受大自然噶，所以咧就呢度重复咁，就唔再重复咗呢啲咁嘅享受大自然啦。大自然就系好美好嘅，非常之好嘅。我也特别喜欢，哎哟，哇！你天鹅真系，天鹅真系飞嚟，真系特别唔同啲嘅，啊，好靓啊，英姿勃勃啦，睇唔出嘅公文乸，只能我睇佢边只长得靓咪系乸咯，边只系粗鲁嘅就系公啊，就系咁分别嘅咋。而家呢个天气，即系呢个时节啊，特别我哋洛杉矶咧，亦系进入咗呢个夏令时，进入夏令时。咁虽然话已经系接近四点钟，咁啊唔怕夕阳西下啦，因为日照时间会长，所以你六点钟，即系我就喺度拍。拍景色啊，都可以拍，仲有两个钟头拍，甚至两半钟头添。一时间好充裕，就咩早一排时间五点钟已经系夕阳西下啦。哇，好大风，好大风。咁我呢个相机放喺嗰度咧，就会唔会吹跌？咁啊，我就系嚟嘅。起床啊，十点零钟啊，一直喺度做节目，一直好似未停过，即系真系讲到口水都倾光咗口水啊！哇，我真系觉得有时发现啊，真系自己都系真系唔系孤独，真系唔孤独，可以讲系冇孤独感啦。喺个公园度啊。如果你话我唔系做节目噶，喺度咁样望下呢啲咁嘅风景啊，睇下啲动物啊，你会觉得哇，我喺洛杉矶好孤独啊！因为点解？虽然系咁靓啫，景色啫，但系你都系孤零零一个人喺度啦，系咪孤单只影啊？咪喺度坐下发牛豆咯，咁啊跟住就揸住个手机揿一揿咯，咁样或者微信啊。咁你會覺得，哎呀，真係，即係人太少啦，地大人少。咁而家唔同啊嘛，而家我係向世界嘅，所以唔會覺得即係好悶咯、啊。直情就唔悶，唔係好悶啊，唔悶。因為我已經係嗲嗲嗲雞啄唔斷咁樣啊，我係屬雞啊嘛，雞啄唔斷，傾傾傾傾傾，未夠傾得完啊咁樣。咁所以我嚟到呢个风景区，虽然话冇人啫，但系诶啱好啱我做节目噶啦。咁呢个时候我唔需要话太多人喺度，即系太多人喺度，反而咧即系会好嘈杂。当然而家我唔会话多人嘅时候我做唔到节目，我都可以做到节目。而家因为已经系、经过咁多呢一年嘅锻炼啦，唔应该喺人多地方咧，我相信都唔会话。有咩唔自然噶啦？啲拍做节目啫嘛，系好正常啊！你哋每一日都系睇咩啊？睇电视啊嘛，睇新闻啊，睇咩噶嘛？咁系咁多电影电视剧，咁边个唔系对住镜头去拍啊？所以冇话咩啊？咁人哋拍我又拍，大家又系对住拍，咁啊好多手机有视频嘅，咁大家打开嚟啊睇下录像嘅，呢啲系好正常，都正常的。